今天晚上好多鸡叫哦。今天我们又玩了一点游戏，就是不知道牛肉面好还是凉面好，两个都好了啊。啊，第二天是吧？那我们第一天吃什么？啊，哦，对，第一天是情人节啊。OK 啊，情人节就是互相吃彼此啊。没有，我。互相吃彼此做的菜，你不要还没讲完你就这样子嘛。因为老婆她不问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强求，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。新歌接着一个一百对着一百的今天在消灭关了门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哇，看一下那歌词，太厉害了，那歌词。所以最后那句怎么唱？都在消遣，特价卖出不管它贵贱，一个接着一块，一百接着一百，到今天在消灭，关了门，我们两不。我知道了，我抓到诀窍了，来。我亲手留下我们的狗，别管有没有用，我怕它以后没人宠。怕他不懂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将就，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沉默寡言，好聚好散听着也楚楚可怜。看见的都在消遣，看见满足又不断的睡个见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在转，一个在关，在关了门，我们两不相欠。谢谢胡彦斌。